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好友。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氪630的礼物啊。如果这边稳突破630赞，他还在的话，我就氪。我整天都在想。各位，这个也不算什么特别系列，就是我赌注赌输了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这边是 AU。总之就是这样，我前几天有发一个姜饼人王国的贴文，我发说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好友。对，我的好友是黑玉拿饼干汤圆东，现在已经满了。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氪630的礼包，如果这边稳突破630赞，他还在的话，我就氪。我整天都在想。后来这篇文章现在有1000多赞，于是乎来氪吧，630的来氪给大家看。哦，有了。来吧，各位，这个礼包还会送4000水晶，其实还不错了。有，收到中国信托。注意，各位注意，会抽到谁嘞？哦，原来哦，踩着特殊的、特稀有的那个饼干会有这个。好帅！说不定中2只哦。会是谁？哇！希望能回到从前日子。哦，好帅哦！黑巧克力饼干，这一个饼干的色系也太我。那我看一下接下来。哎，不错哎。哦，还抽到角色魔法师饼干。哇，抽到剑士也抽到魔法师。哦哟，还抽到公主饼干。等一下，这一波角色有点多哎。因为以往其实大部分会抽到碎片，还有角色哎，草莓饼干，虽然用处不多，但是可以把它升星。还有哦，没有，稀有的，应该没了吧？还有哦，没事，超稀有，超级的碎片，哦哟，不错嘞，一年。各位，我的相机过了，我是阿燕。勇士饼干、黑莓饼干，不会没有角色吧？哇！哦，没有，好难过。最后30抽了，各位。哎呦！刚刚我发现现场有三个人哦。还是其实没差，不是踩的，稀有饼干，哦，一样是炼金术士，哎，2只角色，啊，忍者饼干，哇。牛奶饼干的碎片，可是他是我第一个。哎，第二只角色，天使饼干。哦，看，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这部影片的喜欢数突破1000喜欢，我就再氪一次630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各位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给点个喜欢。那很可惜，我们今天没有抽到任何一只，只有刚刚前面保证的时候有出。那记得就是追踪 Gravy HRU， 按照我分享 HRV， 追踪我的 Subscribe， 比我期待的284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